听说现在去泰国旅游坐出租车上直接被加酒嘛，哼，绑一个人他妈多少万，绑一个人多少万，你说赚不赚钱，直接摁绑摁抢人，谁还去国外呀？现在旅游千万不要去国外，可能喝一杯抽一支那陌生人的兰州，或者是喝一杯莫吉托，你人都没了。讲道理，当你醒来的时候，你已经在缅北了。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？所以说甭去。你哪边脸过敏？哪边过敏？还没有过敏，他就是怕那个化妆品，所以说他就不化妆。谢谢大大。可以的，我现在真的四万街那些地方去都不敢去，太卡了，昨天去又被卡没了，奔驰回不来了，真的喊人了。奔驰我帮他算了一卦，最快奔驰最快8月6号回来，8月6号到明年2月份之间他会回来，回是能回来的。那我换个地方，回是能回来的。美女，你要去吗？一起吧，我陪着他嘛，哎，我陪他嘛，哎，我不影响你们啊。没有，你外婆她说一会儿她要，那我们她再做。欢迎小竹子，欢迎竹子哥。就他一个人，哎。竹子哥晚上好。真的帅，真的，这丈夫太帅了。他是丈夫帅。不是你，你这真的。谢谢白嫖天使，好久不见白嫖天使，你好久没给我打弹幕了，考一个弹幕吧。给我，你们重庆的没？有点像重庆的口音。对，这嘴巴好重啊，嘴巴不行，嘴巴不行。
欢迎阿伟。哇，打雷了，但是日落，兄弟们可以看到晚霞，很舒服。瓢盆轻薄，那鲨鱼要来了。瓢盆大雨，哪里啊？我拍个视频。欢迎九爹，九爹晚上好。九爹，你猜一下悠悠在干嘛？他在打麻将。奔驰弟是不是没消息了？暂时没消息，没敢跟他联系。你帮我拿一下直播间，就这拿着就行。喂，哎，师哥，没有，我在武汉呢。在看吗？没停。没有，我在外头，没有，我前天就走了。把这个嘛，听你也把这背。也是，那有啥事吗？啷个坐的坐的火车噻？的那个哪儿呢？不知道，张姐姐转的车。是吗？你要拍楼顶？屋顶啊，撤了，上面人太多了。太帅了。帅一点，哎，就这种，不动，来，稍等，一二三，走，哎，帅，不错，对呀，很帅。不行，太帅了。坐，他也没坐过嘛，他就转床，他转就是坐薄了。腿就一只腿就踩在上面，没事。坐。那个腿往前踩，对，王庆好，这个手靠在上面，对，王庆，看你对象了，可以吗？我怕我待会松手。OK。真的，我要吃肉了。等一下，看你好几有来不动？肯定说了嘛，中那个。哎，可以，好站不动。往前挪的。准备，一二三走。张姐，张姐，我转了个动车。哎，闪不到。来，都不用。一二三走。还能住多久吗？我这个客人还能住多久？明年十月份，明年十月十号，还一年多时间呢，一年多时间。但这一年多时间，相当于房东要送了几个月，因为他要卖了嘛，十月十号交房就行了。
酒店，别等到明天才来了哦，也早点来。道哥已经，道哥都已经到了。你这个有多少人呢？没多少人，我刚开播。4.3万是什么点赞呀？点赞差不多，可以这样理解。直播吗？嗯，这是直播。你们是哪里人啊？青海的。但是他为什么说四川话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他在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。搞采访吗？直播我操，是你。但是太帅了，你是藏族，哇，太帅了。确实，长得高还能。又高又帅，我是女孩子的话，今晚别想走。等着拍照。憋着嘴的也难受，张嘴稍微要自然点。酒店里什么时候有时间啊？用嘴巴去呼吸那种感觉，它就很自然。你不要憋着嘴，这样子不舒服。道哥从重庆过来的，昨天过来的。我们五个拍一张。谁来？那个军皇，杭州的军皇过两天要来了。九哥，王哥这个课堂还能主播九？明年10月份。明年十月份。也没有人说话，里面没有我，这我要去外面播，小姐姐人才多。已经拍吧，你们走哪去？包帮我拿去了。回去管我们管好，顺便给我妈老买点那个。来来，我们五个人拍一张嘛，拍个合影。你手机吗？拍个合影。啊，我的呀，我们五个人拍一张啊。我们没换衣服，没事。拦掉。我们三个拍了，三个拍吧。上哪拍啊？谢谢。那你们上下来。那你把我带上了。哎，好。都站上去。站上去。那我站上去吗？慢点，别往后倒。然后去了，拉都拉不回来了。对呀，今天他们俩拍吧。不是五个吗？我们没换衣服，我们不拍。我只会拍这个。大哥，你就站直了，就行了，对哈。我用的原相机哈。你看哦，你可以肩膀搭在你姐妹的身上那点，哎，对，拽一点那种，看我，看我呀，我在你拍的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我把什么都摆好了，看我，哎，看他帅，我摆个箱子，我也是在仓库，是吧？你的就这样拿着就行了，对，对呀，珠子往上一点，对，啥？靠近自己胸口一点，拉过来，钻镜头往下一点，钻镜头不能往下，拿上面一点，对，靠，还是靠着胸口吧，对，对，对，拿直一点就行了。你放啊，我放在那里的。这个手弯一点，对。我。对，是的。对啊。可以挡点肚子那种吗？挡点肚子。假装挡。酒店要不要学一下摄影啊？酒店。对。多酷一点啊！直播间兄弟们，赶紧学摄影啊！真的搞旅游城市，搞旅拍挺赚钱的。小优在这下面给我妈他们打麻将，他估计要输麻。我妈他们是老麻将啊。你好孤单啊！还有两个。站直啊，不要驼背了，一二三走，下走，好，看看，好了，拍两张行了吧？好看行了，好看吗？哎呀，将就嘛。将就来不拍了。将个就。那我就拍我的。来来，你拍你的，好好，就不管他们了。我赢了。你要换地方吗？我还要用那个吗？我还要用那个。在楼上再拍几张，差不多。拿都拿了。现在街上全是人。
兄弟们，刚日落啊，刚刚日落你们没看到，特别好看。但现在打雷了。嗯。摄影师很专业啊，跑到后面去加灯，后面加灯什么意思呢？拍出来的就是带光环的。真的酒店我毁麻了，酒店，早知道去年就应该把它装好。前面那个楼顶那个阿文是我四川老乡，也是做客栈的。他跟我说他那个楼顶只能拍瓦屋顶，只能拍瓦屋顶，一年就那个都收30万。他那个很小，特别特别小。我这个楼顶还装修了。欢迎339111。还有11中秋春节假期，今年算吗？不对啊，你这个没算对啊，我给你算啊。酒店现在是7月份，正是最旺的时候，到8月中旬之后人就少了啊，然后就是6、7、8三个月，我因为这个上面才装好，6、7、8三个月，现在只有8月了，相当于一个月，然后11黄金周，对吧？给你算8月。11黄金周，过年，然后明年五一黄金五一，然后6、7、8，然后还有11，对吧？太帅了！太帅了，兄弟，又高又帅。太美了，绝绝子张主张主丫头，这背景是什么？背景就是狮子山啊，这绝了，简直就跟千户苗寨差不多。这下面是个客栈。我把氛围灯也打开了，知道为什么比我帅吗？为什么酒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点播一下。今天什么节目？下面在打麻将，你猜一下有谁在打？你猜一下，猜对了我直接给你开个骑士。猜打麻将的四个人猜对了，我给你们开个骑士，比我高一点，所以太对了。酒店，请你免费看一下嘛，平时都是一个飞机才看3分钟的，这咋搞嘛？这太帅了，太帅了，燕子一球。一个没猜对，小
优在打，小优在打，刚才都给你们说了。他比我帅两天。错，猜错了。可乐，可乐哥，你又猜错了。道哥，道哥喜欢坐在楼顶发呆。道哥是重庆的水呀、啊。道哥是道哥的朋友，道哥的朋友在打，道哥没打。就不要射了，那太这个箭太小了。OK， 不射吗？拉起来。丘比特之箭。其实拍照就是要拿道具。我朝那边闪电了，这哥们没发过毒是吧？那边在劈雷了，我要找那个，我找那个装修工人来一下，重新把这有些地方要重新弄一下，活不多，有些地方要重新弄一下，弄一个西域的背景墙，然后把这栏杆还全部换成钢结构的，因为这个木结构的我怕不牢靠。打来了，打来了，欢迎酒店。刀哥，刀哥坐在哪里去了？搭的很舒服，感觉还没有搭到位，他就没定。好，站上去。那我们穿蒙古装能穿出成吉思汗的感觉吗？那太对了。什么时候我去搞一套，我再把我发型露出来，那就太成吉思汗了。我这背景绝了，蓝天。看的话能看到那个。对，行，可以，好，不错啊。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你在坐在那个中间，坐在那个中间。哎，那个角落里，那个角落里。好，再拍两张。对，你就正对着我坐，把那个腿再撇了再倒下。哎呦，对，把那个腿撇了倒下来，你把脚先往前伸出来的，往这边伸，往这边伸，往这边伸。对，很好。哎，对，行，可以啊。对，很好，不错啊。对，行，可以。好，对，行，可以。把这个手放到这边来。对，这是竖线，好，不错。哎，对，好，就拿着去，不用看我啊，不用看我，看这边，看这个桌子上的东西。可以啊，对，好不多。好，哎，对，很好，哎，这个表情差一点啊，再来一张。好，再来啊，对，好，来不多，来，一二 ，OK。对，很好，可以，行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。把这个手呢，手再放下来，再拿起来看我。对，好，两手，哎，就这样可以，对，不动啊，对。下巴记得往前多伸一点。每张都是大片，对啊，每张都是大片。鱼酒店，我请你看一下万古楼，好不好？万古楼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有。哎，就这样，不管它，就这拿着吧。啊，对，好嘞。太出片了。好，看我。哎，你先。哈哈哈哈哈。放个电视。找一个纯美。拍的没电了。
兄弟们多学一下摄影，真的太有用了。欢迎欧阳。哎，老板，你要换个位置。嗯。我会教你弄的。这是藏族。把这个再给我。藏族后面有个唐卡。行。我在网上买的。手机就这样打。这个转镜筒是之前他们女排店装修留下的，我把它装成了栏杆。兄弟们，这个小姐姐很旺夫。道哥，道哥，差不多撤吧，去逛一下。哎，到那去，你看手这样的。打雷了，要下雨了。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旅行了。小月，咋了？卡？让小月帮忙看一下，看一下公共商店吧，已经看过了。做柠檬茶的，他们全只做外卖吗？道哥走不动了。啊？道哥走不动了。道哥吃的很饱，也喝了酒。现在人流起来了，你们倒不开门了。一秋之前请了个小姐姐看店。但是那个小姐好像没有来开门了，然后一秋我问了，她说她有更重要的赚钱的事情要做，所以这边就无暇顾及，估计忙完了她就会马上回丽江。哎，哈喽喽。
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我去西双版纳待了一段时间。哇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车轮饼。车轮饼，哦，就是那个蛋糕那种蛋糕。车轮饼里面有没有车轮？他没车。兄弟们，我们如此热爱丽江，让他一个月开我5000，我去帮他开门嘛，我没必要。哇，大长腿，兄弟们，大长腿。这里面有那个狼牙土豆吗？有，花了得没过去。哦，好。哇，大长腿。我觉得兄弟们，我可以在这里帮他们拍照。Hello， 我拍照挺好看的。装，我这牌面每天带个空盒子，装一包烟回去慢慢抽。那是在工地，兄弟们，在工地就是我一出去工地上巡查一圈，真的身上的烟要塞满，包包都要塞鼓。不管是散烟还是人家一包一包的拿，但是每次要拨款的时候，人家肯定是上一条两条的送了，不然我不接的。哇，这个好看。那个烟不到位，在工地上烟不到位，我是要乱罚款的。我那个小姐真的很耐心。兄弟们，你们老婆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去买。喝点嘛，喝点。Hello， 哎，我好像见过你。在哪里见过？我想一下。四川人兄弟们，在哪里见过他？绝对见过。清补凉。见过你。绝对见过你。在哪里？就在这个夜市。那你肯定见过我呀。那你都没见过。哎，你店对。你店怎么？卖冰粉的吗？卖果汁。卖果汁。可以。今天他们管理还找我呢。找你干嘛？说那个，里面的那个设备。啊。当时苏总不是说让我自己处理吗？啊。完了，今天又过来找我要设备，我说设备不在吗？啊。我怎么退那么多？去哪啦？我去，那个香格里拉，待了几天。哪里？这里面吗？我那个朋友把我股份买了，然后他又天天关着门，他又不在丽江。摆烂，对。对呀，现在就是人多，他又不开门。现在我这边假期结束，我有要换项目。这个换项目吗？假期结束就基本上。卖糖果还是可以啊，小时候的味道。我们这边有那个限额的，有限制。固定要卖到18000，这个要卖多少营业额，不然的话就得换项目。你换项目也行，你那个到时候转出去也行。转的时候也没想，怎么转？今天做新项目。现在一个月收多少钱？这里摆摊。20%，就是营业额的20%。我操，那你一天卖1000，要收走200，一天卖4000就要收走800。那很正常啊，里面的摊位基本上都是。哦，那这开发商还是挺牛逼的，兄弟们，每天赚麻了。去年一个月也才收1000多啊。刚开始不收费啊。哦，对，最开始不收费，等你赚钱了，都是这样的，把
把小动物养肥了才开始收割。嗯，对，20%也差不多。那个一只下的这个，他也说超15%，但是他一直也人倒是有，但是不消费。对，很多人我发现了，就人多的很，人多不消费。嗯，然后他还没事还找点事儿。对。然后他也没想呢，要给我们创造条件去争取这些，不管要买什么消费，他不管，他只是开他那个。对，他就是卖门票，他就只卖门票，20块一个人。那行，我去逛一下。嗯，对。哎，我们真的见过。真的吗？你长得好像狗头萝莉，你知道吗？狗头萝莉。对，你长得好像他。真的好看吗？我。真的好看，你比他好看。真的，你比他好看。你这我一下不一下招呼一个粉啊？你说你这一路，你这不一下找几个好多粉丝？我已经固定了，我又不是小主播。哎，真的像兄弟们，狗头萝莉好像，你自己可以开个直播啊。开嘛，狗头萝莉烙煎饼都能卖钱。兄弟们。颜值长得挺高的，浪费了。这是国外的饮料，我给悠悠找一下土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鸡蛋煎饼，冰丝。多少人呢？还行。让我们拿去。哎，道哥呢？咋了？道哥不见了。道哥不见了。我先找一下吧。章鱼小王子。坐这里玩手机。这个外面有草鱼，看一下，这里黄飞鱼、草鱼、黑鱼、丽江的鳕鱼，看一下。现在丽江好吃吗？一直很。哎，这家好熟，这家好熟。甘蔗汁好馋。冰汤圆，这哥们还在这卖。有点窄了，挤不动。有没有狼牙土豆？狼牙土豆。哦，这里，狼牙土豆，我来一份。哈喽啊。葱花香菜辣椒都吃吗？都要，要那个麻辣味的。公路商店。我跟大家说了很多遍了，公路商店的股份被一秋妈买走了，他又关门，我想不通。哎，兄弟们，有时候真的，你们上班还没有人家摆摊挣钱，讲道理。灰色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红薯粉做的凉粉。鸡豆凉粉。鸡豆凉粉是什么做的？鸡豆。鸡豆是啥？鸡豆是云南这边的一种独有的一种豆制品。秋妈是为了不让你亏钱，宁愿自己亏，太对了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秋妈是要需要感谢一辈子的人。这个在四川就是用红薯粉做的。他说的鸡豆，我并不知道是什么。
球妈亏了多少吗？这个那个店又不亏的，这个店没有房租。哇，这里面待着好热。哎，亨哥，我把微信私你了，你加我没有？打包吗？打包打包，你弄一个格局一点的盒子嘛。我说你用一个格局一点的盒子嘛。和冠希还有联系吗？坎蒂远多少钱？啊？不行，必须得给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没有没有。哎，必须给，必须给。不用。你这真的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不好吧，你这。没事。谢谢老板。没有。啊，你看小叶。找到，兄弟们，这我他妈我又不是这里的城管，我操！看着我这老板都是，不用，哎呀，这。臭豆腐，哇，这是什么麻辣烫？榴莲。螺蛳粉，有螺蛳粉、烤榴莲。螺蛳粉。哎，兄弟，我挺不好意思的，兄弟。你要潇洒点，少了就走。学到了。衣服档次比我高。兄弟们可以看一下他这里面的生意啊，这是我见过的夜市做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，比较成功。但是那个我想喝碗冰粉，但是那个小姐不见了。那个冰粉小姐姐，哦，这里，找到你了，哇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好久没看到你了。对，我专门过来喝你的冰粉。哪边？走，哇，现在，哇，这腿，兄弟们，现在老板娘几个摊位了？我操，绝了！得得得得得得。哇，兄弟们。兄弟们，你们老婆人家一天赚几千米哦，自助手工冰粉，这是自助餐啊，自己要喝什么夹什么。你要几份？真棒，两份。你这个下分钟两份，不收他的钱啊。什么叫不收我的钱？不要收嘛。你这不好吧？不用收钱，我请了。大哥，哎呀，这老板真的啊。椰奶、柠檬百香果和杨子甘露加哪个？杨子甘露和椰子。杨子甘露和椰奶。对对，椰奶。哎，道哥呢？来，聊聊自己家。哦，好嘞，谢谢。道哥呢？人呢？先加点水果，最后加干果比较好。我就加坚果就行，我不要水果。哇，兄弟们，他开的是自助的。那这个嘛，好的，最后备好不好？来，给你放这里哈。好嘞，谢谢嘞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比城管还有排面，正儿八经的。兄弟们，下辈子我要去当城管。不要手机。哎，我给道哥打个电话吧。别了。谁？我的是谁？我不用多说话，大家都明白。哥。家里。别睡。
你拿一下勺子。拿去那个就吃了。刚才我就找了。拿一下勺子，两块钱。这老板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过来。你过来，过来这里，过这里拿冰粉过来。嗯。全国人生到处收保护，没有没有，不存在的。行。来来，你家里的，你家里的。我不吃啊。我都弄了，都弄了，人家弄好了。吃饱了，大哥。快点，快点。弄嘛，你加嘛，这他家好吃。什么都加吗？你自己加嘛，自己加，他自助的，就是想吃什么加什么。没什么，草莓什么东西啊？你拿两个这个。可以了，勺子了。勺子。哦，这里，好，谢谢。坐那里吧。全国人生。找什么？找什么？开不起，我帮你开。我帮你开，给我给我。我最喜欢开瓶子。这个夜是。他这个夜市价，我帮你看，我帮你看，你太烦了。虽然你要，你把我的啊，厉害了。不厉害，不厉害。你们从哪里过来的？成都的，老乡，你说如何？真的。哦。成都的。老乡说。对。都开完了。兄弟们，成都的来丽江喝大的尾巴。在直播呀。在直播。对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瓶。哦，四瓶，一人一瓶，真舒服。哇，这烤鱼。来来来，来碰一个，碰一个，碰一个，兄弟们，我们碰杯。来 ，cheers。cheers， 欢迎来丽江。来来来，欢迎来丽江。别喝啤酒，你拿这个。我都碰杯了。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。加一份，你说摊位吗？摊位已经饱和了，摊位已经饱和了，摊位是没有那个的，摊位已经饱和了。搞这么多年喝啥？哎，真的好奇怪啊，大哥，真的，我过来他妈他们都不收我钱，他们都不收我钱，土豆也不收我钱，冰粉也不收我钱，我又不敢来了。所以，今天年人大，都认识我。没调味啊？啊？要节目了，可以啊，味道很好。没调味。味道怎么样？有没有成都的好吃？应该是万家的好吃。真好吃。你是吃完这个？道哥来丽江玩了，上去打个招呼。道哥打招呼，等下说一下，道哥帮了我很多，帮了我很多。道哥是好哥哥，老朋友了，老朋友。道哥一直在重庆做公益啊，兄弟。做什么公益？蓝天救援队。我很佩服他，就是一直在做蓝天救援队的公益，就是。蓝天救援队你们应该了有所了解吧。道哥现在是一个队长，重庆一个分队的队长。
啊，这冰粉挺好吃的。打捞尸体，我靠！哎，我采访一下，采访一下，就是我看你朋友圈好像最近的一条就是打捞尸体。一个星期都要去捞三四个，我操！前面那太忙了。看了，新发型，我这个新发型要一个飞机才能看的。哎，像你们，像那个打捞尸体，他们怎么联系你们呢？那个官网啊，电话上，官网和电话，还有一般跟那个应急局，我们是他们是那个指导单位啊。哦，应急管理局。对。道哥也懂点道教。你们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打捞尸体。找人就大山里面人走丢了，我操，林子里面也找啊，城市里面也找，哦，城市里面也找，打捞一个收费吗？免费的，可能人家就送个旗子。如果哎，我记得打捞好像之前是消防干的事，消防拉不起来是吧？啊，消防拉不起来，消防拉不起来，他们没有专业的设备。真的一直在从事公益啊，因为我问了道哥，我说你们那个蓝天救援队去，就是有工资吗？他说没有，而且自己每次去训练还要自己自掏腰包，真的，这个值得佩服啊。道哥是个队长，队长说实话责任心很大的，很正能量。你们一般多久训练一次？看情况啊，一般看有大小，大小要有水域的，那个地震的啊，还有其他一些理论呐、啊，都算。那哪里来的收入？他们这个就是自发的，义务。那个是老板的。啊？里面的很多都是老板，很多都是很有正能量的，就有责任心的老板，有社会责任心的。悠悠在客栈啊，悠悠。明天下午我送悠悠去机场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？我们救援队的核心成员都是，只要有时间，还要有经济基础，然后愿意奉献，要这三个条件达到了，才能成为核心的队员。听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就进入蓝天救援队的条件。要有时间，要有经济基础，还要有啥？还愿意奉献，要有一颗社会的责任心。无私奉献确实没有回报的。但是你们那个我感觉有圈子的。对吧？你说你是这行业的老板，我是那行业的老板，就相当于一个商会的。确实有很多，但是他们那帮人都好多应该是退伍的老兵，或者好多都是喜欢玩户外极限运动的。我也是那个民兵连长。我靠啊，那个就两个班就是一个连呢、啊、三个班也可以编个连。对，两个班就可以，一个班30个，
个连一班三个班嘛，两个班就可以。我们是特种救援连，知道吧？一个连三个好了。厉害的。太好吃了，下次还来，但是他又不收钱，这种很烦，你知道吗？还不收钱。那个土豆老板也不收我钱。我帮你拍，我拍照很好看。哎，我帮你拍，我拍照很好看。真的，我拍照。你坐那里去，我帮你拍。你坐那里去，我帮你拍。好看，好漂亮。你们过来耍好久？5天，5天时间太短了。欢迎豆豆哥。豆豆哥，兄弟们，豆豆哥来了，欢迎一下豆豆哥。豆豆哥，那天晚上你引战完了，你就开溜了，真的。结果我变成了大中分。这个地方人很多，你到西安的人超多。现在暑假哪里人都多。豆豆哥，我一发照片你看到了吗？豆豆哥，我剃了，就等你的鱼刺到位了，我已经知道吧。走吧，往回走，大哥，往回走。豆豆哥，那天晚上你还记得吗？看到了，哈哈哈。哇，好多美女啊，我现在都不敢去搭讪了，自信心严重受损，真的。豆豆哥，现在问题出现了，有几个跑路了。只有小吉哥刷了，小吉哥刷了一个气球2000余次，然后用户，我看用户在不在，用户不在，跑路了。还有一个叫乡巴头的男人说刷2个超火也跑路了，虽然那盘不是我开的，但是你参与了。都最开始我昨天找小优捋了一下，我问小优昨天晚那个盘是怎么回事，小优说是豆豆哥开的局。小优说豆豆哥开的局。但是我不滚的，已经给你看一下，真的输了，必须要输个中分才显得有牌面。我开的是一个飞机亲一口。不，豆豆，我待会儿收摊了。豆豆哥应该到酒店了吧？豆豆哥，是小吉哥开的局吗？待会儿回去复个盘吧。豆豆哥是不是到西安酒店了？西安人巨多，因为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火了，兄弟们，就跟那个淄博的烧烤火了一样。
豆豆哥给介绍一下，这是直播间的道哥。道哥，道哥是重庆的。道哥现在主要是做公益，蓝天救援队，一个市啊，不是重庆已经是市了，一个区啊，一个区的蓝天救援队队长。真的，我们这边的所有都是很有能力的。很有能力，很有才华的。这首熟悉的旋律听过没有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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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顶着太阳，燃烧着气。谢谢豆豆哥的阳光飞机，砸了，这次踢麻了，砸了，这次剃头摁亏啊，兄弟们。哎呀。谢豆豆哥的阳光飞机，兄弟们，人头今天播一下三星好不好？今天冲一下三星，谢谢老豆，谢谢老豆，我老豆收开，一年年的下个不停。小智的手鼓店，哎，小智怎么在这里开了个手鼓店啊？哈喽，这里是小智的手鼓店吗？对，就是那个网红小智吗？对，你是他的妹妹。妹妹，哇，你好漂亮啊！你单身吗？单身。单身，喜欢什么样的小哥哥？喜欢什么样的小哥哥？喜欢帅的。你觉得我帅不帅？帅。帅啊！再给你看一眼。又说十了。觉得帅吗？还是帅啊！我操，兄弟，我这干嘛呀？我操！他的发型有点搞笑，打一个呗，打一个。一年年的下个不停，哇，小智还是可以的。小智那个酒吧没开了。哇，兄弟们，好久没有听到这熟悉的旋律了。小丑，那你问了，老子都出来要饭了。小不小丑已经不重要了。回来，我的小宝贝，咚咚咚咚锵。小优走了吗？没有，小优在客栈。小优今天打麻将把我妈钱赢了。小优打麻将，我妈是老麻将啊，打了几十年的。小优是个爆火子，知道吧？他把我妈钱赢了。是他亲妹妹吗？表妹。表妹。哇。表妹。表妹。哎，你小智是哪里人？我还不知道你是哪里人。内江。四川内江的哦。内江。你在哪儿哈？真的吗？老乡。你哪里的？四川哪里嘛？我四川，你猜一下的。你再说你去。他是哪里说的？我昨天在马路上。成都，不是，老家不是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是十二的。我们职工人说话从来不要吃耳朵。对，哎，小智现在除了开这个还做什么？还有一家手鼓店，还有一家客栈，在隐玉巷好像。对，还有一家手鼓店在隐玉巷，然后还有一个客栈在南门。南门啊？对，我那好远哦。管他的客栈，对，
为什么不管客栈跑来打手鼓了？对啊，新开的店这里没人了。没人，招啊！都会，恰巧的是都会。你在丽江待了多久了？今年过来的。今年过来的。过年了，那没来几个月啊？对啊。叫我一声王叔。你是几年的？零一的。零一年的，叫我一声王叔吧。我到空了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好不好？可以呀、啊、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喜欢帅的。帅的 要多帅的那种。你比如说哪种？一米八。一米八，然后腹肌。有腹肌。男大。男大学生。男大学生哦，喜欢大学生。来直播间符合条件的兄弟可以看一下有几个。就是身高一米八，有腹肌，大学生。在线求偶。对，这个小姐是自贡的。内江的。哦，内江不是自。我们职工呢说话。内江很近哦，烦不收拾。其实我从这里。走，昨天天，昨天。我认识后来我才认识。重庆啊，重庆那边。对呀，老家是四川的。这家店生意好吗？可以。这家店主要是这里有个最大的，这里很多人。租金贵啊？对，这里很贵啊。这里凭古城外凭什么贵？但是这里就是它新开的一个，相当于一个旅游聚集地，就下车点啊，这都是。我知道大巴车好多都在这里下车。上车点都是在这里，所以它这里房租也很贵。这里多少？三十。好。还没下班，还没有。在聊天。你下班了呢。那你先忙呗，加油加油。哎，怎么称呼你还不知道？玲玲。玲玲。可以的兄弟们，加我微信啊。拜拜。拜拜，玲玲。兄弟们，现在的女孩子动不动都要一米八的，有腹肌的。如果你身高有一米八了，练腹肌吧。如果你身高没有一米八，你穿增高鞋吧，再练腹肌吧。我就算了，我老大不小了，我就不搞这些了。属实有点过分了，夸张了，过分了。我一米八有腹肌，我还是大学生，那我还。我找你干嘛？我还用找？我同学那么多美女，对吧？对。在大学里面当渣男不香吗？假扮一次打个篮球，再学学蔡徐坤的动作。小闯，下次我回丽江，你看到我记得给我散盐吗？你给你上个锤子，你说你问了牌子都没有，我还给你散盐。我操！那斗鱼一级用户。小号，动不动我就要给你上烟。我抽的是玉仙。如果现在的话，十二点零你至少得有牌子吧？好了，不知道又是哪个身体不舒服了，救护车都去拖人去了。哎呀，那是那么的，就跟我在工地上一样，就跟我在工地上一样，只有甲方和监理，甲方的老大签字的，还有监理的总监才抽得成我的烟。其他的都别想抽我的烟，因为我抽的是华子。你不是搞两包烟吗？还有个红塔山。去，那还有好远。不会演，那不等于弄个汉子。王哥看手机，好嘞。
我们是从这过来。荔枝，你问了燕子一天屁事多是吧？这个我天天就来看手机，看手机。杨的吧。不是，那谁到了这个道具？有没有想你们啥？小米辣的。Hello， 你们是当地的吗？史莱史莱，你看当地人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史莱嘛，小宝贝，多么想牵着你的手，小宝贝。其实嘛，我都跟那个一瞬间一样的，就这几句，就在这一瞬间。现在都不放了哈。啊、现在都不放这些歌了，这歌都已经真的听吐了。才发现就在我身边，失去我唯一的容颜，什么才能忘记只剩你的脸，什么都能改变，然后再看你一眼。嗯，我操，快十二点了还这么多人，兄弟们，这些人都不休息的吗？多么想牵着你的手，陪在我身边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你是我小宝贝。夜生活，其实很多人都在往外走。哇，兄弟，这是个小姐姐，可以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怎么拍？我是一个摄影博主，很好很好。你拿着那个侧面，然后你拿着这个，没事，你去嘛，不要害怕，去去，拿着这个，对，然后手机放下来，手机不要拿着。手机给我来，来给我们参搞一下，看能不能。对，然后我教你构图啊，构图的话，你要用原相机是吧？啊，原相机，我跟你说怎么构图。啊，你退出去，我帮你设置一下，点设置。然后往下滑，滑到相机。对，然后我帮你设置一下。兄弟们，稍等一下。对对。设置一下他手机，这样拍出来全是高清的，而且。而且到时候不管是发某音还是发什么都是很 OK 的 ，OK。这是什么品牌？我叫斗鱼。我教你这种啊，你先拿着啊，先拿着，然后你点开这种需要一个滤镜，点一下这个，
边。这是我的滤镜。啊，用第三个看试一下。这个有，你觉得哪个好一点？我觉得第三个好一点。这个。对。我觉得这个也不错。都行。觉得应该哪个？试一下吧，来。我教你构图啊，这种的话 ，OK， 换上去，然后拍这种的话需要人像模式。对，哦、人像模式。哦天、啊。是不是一下就很有感觉了啊？但为什么是黑白的？你看，但为什么是黑白的？是不是很有感觉？是，你很厉害。不是你要把那个。那为什么是黑白的呀？你滤镜的问题啊，你调错了。那我应该调哪个？哦，就这里还能调啊？哦，这样就可以了呗。我应该调哪个光？轮廓光，这样行吗？你在他直播间很好看的，很上镜啊。对啊，你给我叫我看看，用我手机给我拍一下，叫我看看。看不到你的脸，它上面有东西。来，不要慌，你侧面啊，侧面。你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往那边走一点，因为我不要拍到那个大屏幕了。OK， 好，拿着它，就是把它捧在手心，对。然后你转过来，往那边站，对，我在这边拍 ，OK， 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有两个男的，我操 ，OK， 然后这个时候需要构图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用后面的脸被挡住了，有，往后退一点，退一点点，人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, OK, 来，两只把它拖在手上，对，拖这个，拖这个，这一个，拖这一个，对 ，OK， 好 ，OK。这个蹲下去拍，头望起来，头望起来，看看牌子，头望起来看牌子，对，那脸再往我这边侧一点点 ，OK OK， 好，别动，三二一 ，Action，OK。那你抄别人的吧。也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哎，你直播间有多少人？你打个招呼吧。啊 ，Hello， 喂，你们也是主播。Hello， 美颜不够强大。美颜不够强大。二三三四四九。嗯。怎么看你们？美美美，谢谢你。兄弟们，在的刷波美，好不好？在的兄弟们刷波美。怎么看你直播间里的人呀？啊，直播间左上角。左上角4.8万啊，对，4.8万是什么？是点赞还是在线啊？在线人数，在线人数4.8万呀。对，兄弟们刷波礼物吧，刷波礼物。真棒，真棒，谢谢。你们来自哪里？河南。河南郑州。对。你们是个一起的吗？还是？是我们两个。啊，你们俩是这次是闺蜜型是不是？哇。哎，你就是网红脸。我网红脸。对。为什么？就网红脸。是吗？对。然后你是那种有点古典的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他表示有点古典美的那种。对，你们是单身吗？对呀、啊。喜欢什么样的小哥哥？能帮我们找小哥哥吗？能。谢谢你啊，小哥哥，走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事情要说。哦。喂喂喂喂。搞户外直播这么多人看吗？对，你帮我拿一下直播间，我接个电话可以吗？好的。帮我聊一下天，这么牛吗？你们兄弟们跟小姐聊一会儿啊。确定是怎么称呼你？怎么称呼你？美女啊，美女是吧？美女啊，仙女啊 ，Hello， 这在线人数真的是4.8万吗？确定了吗？不是吧？有没有人讲话呀？到底是四点，真的是4.8万吗？这4.8万是不是点赞呀？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我有20万人的关注。哦、oh, ，你们是是的，好牛！一，那看看你们是不是那个机器人？机器人，这样吧，是机器人吗？你们？你这样，你闭眼10秒，跟你玩个小游戏。等一下，是不是你那个什么买了机器人在这里？没有，我从来不买，没必要买啊。你看你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
四点吧，没准就喝，没有我们不去喝酒。哎，我能请你们喝点吗？哥，我们不喝酒的，我们不喝，谢谢。哥，来给你。我们还有事情呢，谢谢你啊。去哪里？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就随便转一下，买点东西。行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啊。我好，凑合了。哎，怎么道哥站到那里去了？没喝酒，没喝酒啥的。他吹牛的，最多两万。啊？啊？还有还没。Hello， 浪雷。应该是当地的这两个。火然。看皮肤都能看出来。兄弟，我一个好哥哥叫我去喝酒，兵哥 ，bingo， 一生一梦魔，阿尼亚塞哦。梦哥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失恋之后，我们是朋友。三零七，哦，哇！现在拍旅拍好多。好，来面对面。阿婷，手拉手嘛，要回头看我。哎，兄弟，就这。就能出什么大片？嗯，老了不是，关键是这个发型让我瞬间不自信了。我惹你问了，你不要戴帽子。我这发型不是关键，我戴帽子脸也大呀。你把头发剃了吗？全部剃成光头。对呀，又长呗。欢迎登哥，登哥给我来几首好不好？欢迎登哥，登哥给我来几首。登哥应该刚忙完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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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闯，你这发型跟坨屎一样，谢谢你的夸奖。来不了，已经开不了锅了。登哥，咱不能丢工程人的脸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怎么是工友，有就直接来了，不能说。一眼就给你瞅。不用说，说实话，再怎么说，在工地上混的多少也是有头有脸的，有牌面的。真的，我做工程的时候，不管去任何商务 KTV 玩，不管是去任何水疗会所玩，什么都得最好的，钱不是问题。真的，做工程要拿出做工程的样子，特别是工程款下来的时候，谁都拦不住。朋友圈就可以看到工程款下来的时候玩的什么花样。现在不像之前了。没有，大人有。安灌水响叮当。这是，你们想必，我就这么说吧，想必你们身边有做工程的朋友，你跟他出去玩，你看一下牌面。真的，不管去商务 KTV， 还是顺便去哪里吃点大排档，牌面。有牌面啊，对吧？欢迎赵指导。赵指导最近怎么样？赵指导。
好久没跟你聊天了，赵子东。嘟嘟一嘟嘟，嘟嘟一嘟嘟。打算去哪里？前边带两个西哥，面哥土鸡米线。西哥，兄弟们，这里被誉为小四方街，但是卖草场，以前马帮那里卖草买草，喂他的马。卖草的地方。那个农民来卖草嘛，马帮买来喂他的马呀。以前那个，就是就专门卖草的，集中在这里卖。就四方街，小四方街。他其实叫卖草场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典故我真不知道。走这里上去就过去就到了。这里以前是玉龙花园酒店，知道吧？改的，我们是第一批商户住的。玉龙花园酒店就这里吗？嗯，对，这司机上去到上面，是个酒店改的。江湖经验，怎么偏爱被他唱成这样子了？偏爱是一首很高的歌，有多高？基调吧，九层楼那么高了。基调，他唱成了 C 调，降了五个调。你看嘛，现在就没人了。咖啡厅也关门了。你看那个灯上面那个不开的话，有时候你看上面看的话，你看是要开的话。哇，有点吓人呐。是吧？晚上没开灯的话，我一抬头，哇，一个人在看。来了。旅拍店，之前是就这里啊？哦，我不知道。兄弟们，过了十二点了，把牌子续一续。兄弟们，过了十二点了，刷新直播间续牌子了。你从这里回去嘛，我要去燕子那里去一下。燕子还有那个兵哥他们在那里，让我过去一下。就在那边。行，先回去吧。你给小优带过去嘛。他下来吃啊。对，你叫他就行了，他在客栈的。我要去一下兵哥那里。助理牛逼，这句话怎么听着有点阴阳怪气的感觉。不当官了，咱们不是当官的啊。哎，等十秒。当你按下快门键，嘿，去哪里？去玩。能不能带上我？去玩。兄弟们，续牌子了，续牌子了。
吃上马帮菜打烊了。兄弟们，这里自助的，自助的，拿着牌子写了自己扫码就行。这上面是挂了空的，但这下面写的全是人写的。之前这里没有多少牌子，但现在随着时间，欢迎 K 七哥。随着时间啊，这些牌子都已经被写满了。欢迎 WE。K 七哥晚上好，听一下。丽江直播运营中心，这是什么？真的挂起羊皮卖狗肉，自己给自己搞一个抖音官方什么丽江什么什么挂头衔。但我的心未分未开。哎，我记得这里好像之前疫情的时候有很多歌手在这里唱歌，现在被做成了很多店。这里之前是玻璃的栏杆，现在变成了砖。但是比想象中的便宜点。哦，他这个是可以坐在这上面啊，他下面安了防护的，就是坐在这个台子上拍，但这个视角不好，兄弟们，这个视角不好，就是自己看的话也可以看到，这房子把前面挡完了。哎呀，不要来喷我了，哥们儿，别来喷我了。我都真的，你这样做只能被禁言，啥也不是。哇，这里开了个小酒馆，还可以啊。霸王茶姬。马帮，好有牌面啊！我都好久没在这里了。Hello， 接着去哪里？哦，这姐姐很着急。你播不起来的，早点进场打螺丝吧。谢谢你的诅咒。在这里我也祝你，我也祝你也不好过。我有多惨，你比我惨十倍，可以吗？哦，这是个租车行吧？应该。兄弟们，这里其实这个牌坊挺屌的。这是北门。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目的啊。你们是不是在吐槽一个男的？没有，是好
没有。有没有车，有没有房，这不是在吐槽一个男的吗？我就稍微怎么样想啊。我去，那兵哥找我去喝酒，我又痛风的，不想喝。北门这边好发展一下，人多了，南北通，贯通。哎呀，其实真的后悔死了，不该剪头发，不该剪头发。我带你们进去看一下。这里是水泥，不是好、啊、这里是蹦迪的，哇，这里是蹦迪的，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我操！耳朵都懵了。哎呀，你神经病！头发真的自从剃了之后，我知道在里面。我待会儿我跟他们聊一会儿就过来。到时候哥你就跟他们说三个六就可以了。三个六吗？嗯，好。进去耳朵都懵了。啊，北门很怎么说呢？北门比南门有感觉一点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跑了。晚上就越晚越不好搭上，除非那种奔驰的，那晚上遇到个小姐，请她吃了一碗面，20块钱直接带走的那种。我觉得这里弄一个 space playhouse 绝对牛逼，真的兄弟们，就这个牌坊这里弄个 space playhouse 绝对牛逼，这里又可以停车，生意绝对好。出古城的不怕挨打吗？你妈呀，动不动就要挨打。上一个打我的是妈关了5天，赔了我3000。真的，兄弟们，差不多吧，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。然后我进去跟一个好哥哥喝点酒，因为人家一直在叫我，不去不给面啊，对不对？必须去。然后晚一点再说，晚一点我准备跟道哥回去打斗地主。兄弟们，就这样 ，respect。